建成是叫全知，真正的有一个这样的病院来辅导来教这些精神病人，但是国内没有这样的情况，国外也没有，现在也没有这种。所以在国外像我们澳大利亚，那些精神病人自杀很多，跟这里一样的很多，他都是他被自己的想跟感受一直折磨，一直折磨，折磨到他不想活了，各种各样，他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自杀，吃药啊什么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自杀。我的一个学生在马来西亚，他的儿子就是忧郁症，结果呢，他就把车架在桥上面去，然后就从车走出来，那个桥是很高的，是通马来亚到那个槟城那个岛的桥，很高的，他就跳下去，就死掉了。结果整几天找不到他，因为水那个海水很急嘛，找不到他。结果他的爸爸来问嘛，师父，我的儿子跳海了，自杀了，怎么办？还找不到他，你帮帮忙这样。然后就一直说，一直说我帮你看看一下，看看能不能够帮忙念经了什么，给他快点尸体浮上来。后来过了几天浮上来了，没有了。所以是很苦的事情。最后这些走了都是做鬼去的，很可怜的事情。而且有老婆有孩子的嘞，很奇怪。而且还有生意的，做生意的，不知道莫名其妙变成这样。他小的时候我还去教他们佛法的，他的父亲也很可怜，就只有一个儿子。总之，这个必须要长期治疗，长期用慈爱心来医好自己，而且一直要配合跟教导你的人配合，要报告，那我们才能够跟踪你嘛。最后，我修行多年，但是观呼吸非常紧张，用了很多方法调整都没有效。你修很多年，用很多方法没有效，就是因为你来抓住那个东西，你没有让它自然的，懂吗？你放松，让那个呼吸自然的呼吸，然后你只是在那边看着它而已，像一个大人看小孩子，小孩子在地上爬来爬去这样，对吗？你什么都没有做，你就跟着他，他爬到哪里，你就跟他爬到哪里，你就看着他就是了。不要把它拿那些危险的东西放进嘴巴去，就是这样就够了。你不要做任何事情，你就让小孩子自己爬，你就跟着他，呼吸也是这样，让他呼吸自己进行，你就是大人看着那个呼吸就是了，就用这种方法来做。我听一成长老和净空法师讲经，完全听得懂。为什么我听你讲经就听不懂？我感觉一成长老讲的通俗易懂，感觉你讲的太深奥了，这是怎么回事？你的上根不够，懂吗？所以你就不要担心，你就专心去做布施，懂不懂？如果你要继续念阿弥陀佛，继续念没有问题的，你就继续念，念到定为止，继续做你的布施，继续吃素，没有问题，懂不懂？不要，但是不要诽谤我，如果你诽谤我，就会造很严重的恶业，会给你带来很大的障碍将来，不要诽谤你，就是接受你能够听得懂的东西就可以了。我晚上做梦，总是梦见牛鬼蛇神，甚至梦见人的前世。我梦见我的房间有六个
有个天津的叔叔的前世是姓牛魔王，我还梦见智宏法师的前世的，莫名其妙的乱说八道，胡说八道，这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梦的，你这种梦的是自己胡思乱想的，你不是靠神通来看人家，能够看人家的前世，只有佛陀能够做得到，我们就算正阿罗汉果都做不到，所以这证明你说的那些都是胡说八道。我在精勤的时候，我还看到三色身分，还要观三色身分吗？我精勤二三十分钟，二三十步之后。没有光就走到头了，就转身了。进行的时候，我是不是只要感受到左右脚，再继续什么身什么身感受？你就继续注意你的左右脚的触觉来培养你的定力就是了嘛。进行是在培养定力，等到你能够感觉到。他的筋啊，或者骨头啊，你才开始观，清楚吗？哦，精行是培养定力，就是静静的培养定力，对付杂念。因为你坐在这边呢，他杂念很多，很难培养起定力。但是你精行很容易培养起定力，因为你眼睛开着，不可能让你胡思乱想，而且你要注意每一步脚的触觉，是吧？用心去做，多数的人的问题都是在短短的两天就这么多想，想太多，你明白吗？你看我以前修的时候，我什么人都没有问呢，我只是听一个师父，就是斯里兰卡师父叫我修定，我就仅仅专门修定了。然后我的密宗师父给我一张观音的像，你看着观音就可以了。没有解释的，然后那个斯里兰卡师父再来叫我，你就从这边走到那边，没有了啦，我就自己就修到三禅了。密宗的师父给我的观音像，几个星期之后，我就修到跑到观音像里面去了，没有解释的，我也没有问，我就自己静静的修。但是你们才两天而已，问题这么多，太啰嗦。我静坐的时候很难，很难能够什么的看到什么东西，很小什么吃的，核桃什么东西，你这个字啊，我根本就看不懂，什么黄色的缘故不知道，这个字太潦草，我看不懂。好，我在日常生活中行住坐卧禅定是怎么样维持，用什么方法做到？先修到定，修到定的时候你有了定力，你的心就很细，你就能够看着自己的行住坐卧，或者你专心精行，精行到达到三禅，好像浮起来的感觉，你就有了定力。我认识到一切的万物都是元素，一切都是因缘生灭，空而无我，或无灵魂。我用哪一种出入息的方法能够保持，能够保持我的禅定呢？阿般涅嘛，或者精行嘛，就是这两种。不然你就修慈心禅，它是走后门的方式，你就一直修慈心。修到达到持无量的时候，就是三禅，这是最快的方法，走后门的方法。不通过精行，不通过阿般涅，直接修持心，持心然后走后门，你就进入定，这是最快的方法。八戒中的不唱歌戒，我们在念诵的时候算不算犯戒？
实际上是犯戒，懂吗？比如说我念诵一段，我念诵一段慈爱经，南无大沙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大沙，南无大沙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大沙，南无大沙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大沙。Karaniyamatta kusalena Yantam santam patam apisamecha Sako ujo cha sujo cha Suwajo cha samudu anadimani Santo sako cha suparo cha Apakicho cha salahu kaputti三丁地有家你把孤家阿巴卡布古勒苏阿那诺基多那家古当萨玛家里金鸡耶那宾牛巴里乌巴瓦地用苏基诺瓦提米诺昆都萨贝萨达巴王都苏基达达。那你说我是唱歌吗？它是念诵，这个不是唱歌。但是如果你有调子，你有引磬，你有其他的东西配合，那就是变成唱诵了，就变成歌了。虽然它也是有一个调子在那边，但是就变成歌。然后你会执着，音调要高还是低，还是要怎么样？还要怎么唱的比较柔软，或者比较好听？那就变成歌流了，所以完全是看你的心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唱诵。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看着我念的这个，把它变成歌，那个马来西亚的黄慧音，就把它唱成歌，配合音乐，那就是歌流。这种是很不恭敬佛经的，明白吗？佛经不是歌，佛的话不是歌，佛的话不是歌词。结果这种人会造很严重的恶业，就是不敬三宝，明白吗？但是人家不知道，说你看那个黄慧音唱得很好听哦。那我们一坐上车，他就开启开那个歌给我们听了，他以为这个是拿来招待我们法师的，明白吗？结果你看，结果就变成对那个佛教的东西一种，简直是一种侮辱来的。明白不明白？不能够拿来唱歌，因为这是佛的话，是拿来修行的，不是拿来唱。要明白这一点。但是你看现在，整个市场充斥这些东西，各种各样的歌，啊，心经啊，什么都拿来唱，咒语也拿来唱，配合很好听的调子。我到处跑，那些居士一上车就开给我听了。他虽然没有讲，问我好听不好听，他的意思就是拿来招待我，懂吗？其实他是给我们的耳朵污染，他们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好了，请师父详细介绍精行的观照是否是第一步。看到身体是身体，心是心。第二步，看到皮肉筋骨的感受。第三步，看到生命，可以啊，这样也是可以啊。第一步就是我那天这边讲，第一步是那个五蕴，分辨的是五蕴。第二步，你要分辨名色法也可以。第三步，你要看见它是所造色，就是皮肉筋骨。第四步你要看它是地水火风，然后第五步你要看它是生命，它要有次第。我教你的这五个步骤也是有次第的。第一，你看它是个别；第二，你看它是独立，没有关联。就好像我现在打开我这个茶杯，茶叶是茶叶，茶是茶，茶水是茶水，它是分开来的，对吗？还是不同的东西，
如果要分辨，这边有三种东西：茶杯、茶叶跟茶水。所以你要分辨它，它是个别，它是独立，它没有关联，它是不会响，它是地水火风，以及第五，它是因缘生灭。这样你一看看看下去，一步一步越来越细，你就把它破掉了。每一个部位都是这样看它。我是否可以直接就观生命，觉得这个容易？还有发现每一步法感受的不一样，是无常的感觉。你可以试试看嘛。如果你认为直接看到生命，你就看生命嘛。因为佛陀的时代，那个叫做比丘，他叫做叉摩 ，Kemago 叉摩，他认为他是阿罗汉，但是他生病了，他病得很严重，然后他就长老就派人来问他，叉摩，你的病怎么样？他说我病得要死了，然后那个人又跑回去告诉长老，叉摩说他病得要死了，长老就问他说。他不是阿罗汉吗？怎么他还会病得要死，还会受苦？那个和尚又跑回来，你是长老说跟你说，你不是说你是阿罗汉吗？你怎么会病得要死？这样，你的身体会病得要死这样。然后那个和尚又跑回去告诉长老他所说的话，结果跑了两次，他说太麻烦，我自己拿拐杖，我去见长老，他就跑来问长老。长老就重复问同样的问题，你不是说你是阿罗汉？他说是，我认为我是阿罗汉。好，如果你是阿罗汉，你怎么会说你这生病都要死？这是矛盾的嘛。阿罗汉是觉悟的，怎么还会有生病的要死？他已经超越了生老病死了嘛，对不对？所以结果呢，叉摩给玛姑叉摩就想，长老说你是怎么修的？当然他就是会解脱了。你是怎么修的？你难道没有看他的生灭吗？就是你所感受的这生灭嘛，对不对？结果他就去看他的感受的生灭，再看他自己的想的生灭，就是等于在看到五蕴的生灭了。色的生灭、受的生灭、想的生灭、行的生灭跟识的生灭，因为这五个是一起来的，一起的，很难分隔的。结果他就看看一下，这一下是真的正果了嘛？他一正果，他的病也好了嘛。这个是记载在经书里面嘛？这一下才是真正的正果了，他的病就好了。所以，看生命是可以的。如果你要，你就一直观他生灭嘛，一切你就看他生灭了，色是生灭，受是生灭，想是生灭，行，然后你就看到全部五蕴都是生灭，就没有我，你就直接证阿罗汉了。那时候你就来告诉我，我是阿罗汉，我已经证了阿罗汉，对不对？但是真正证阿罗汉的人，他是不会说的，就像那个长老，肯定那个长老是阿罗汉嘛。对不对？那个 Kemago 是跟他讲，他已经证了了嘛。现在他生病，长老关心他嘛，就问他病得怎么样。其实就是在考他，就是你如果有观生灭的话，你就马上看见这个生灭的不是我。观照的心是不会是痛苦的，观照的心是无形的。是看这个在生灭的身体跟心的现象，才是真正的正阿罗汉。如果你自己跑在身体里面去受苦的话，你还没有正阿罗汉，还是凡夫。它的分别就在这一边。我能否，你能否解释一下大小诸天的练习？不用担心。这个跟修正出果没有关系，明白吗？你要可以，它就是从
中医的理论前面是任脉，后面是督脉，督脉是火，任脉是水，你去给它循环，这个就是小中天。然后你把它的火跟水带到脚底去，那就是大中天，就是这么简单。等于你在修身体里面的那个气脉，给它的气脉就那个运行，就是经络了，让我们的身体的经络能够在那边自己运行，气在里面跑，这会使身体非常健康的。但是身体不是你嘛，你担心什么？对不对？所以不要去担心这个东西。好了，我们的问题都答完了。现在是几点？8:14分。